盘点那些带货翻车现场。很多朋友都问我，黑布林大李子甜不甜？甜。What？ 大家好，今天在蜂巢给大家吃一个蜂巢蜜啊，现代的蜂巢蜜，看好了，老铁们，哎呦，我的乖乖。好吃啊！啊，蜂巢吃蜜需谨慎呐、啊，不要被小蜜蜂蛰了。今天啊，咱们就尝尝这个酸酸甜甜的牡丹皮。啊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又来了，我要给你们吃一个黑蒜，特别好吃。说是像栗子，特别甜。哎呀，好好吃啊，真的！哦，诺的全家福啊，其实我很少吃这种黏的啊，有一些的老铁发私信说让我尝一尝。我买的不对吗？来来来，你们看，别人拍作品啊是为了挣你们的，我拍作品啊，我可一分都不敢挣你们的。一块，就一块，芒果啊，其实在我们产地不值钱，但是被那些坏人几块钱已经收走，转手卖给你们就要十几块钱，看一下咱们的品质。我操，这种啊，我们都是当肥料用的。这个呀，不是菠萝，这个是咱们海南的金钻凤梨。像这种凤梨啊，我一天可以吃30多个。好好吃啊！没有撤退可言。哎呦我的妈！那个不是就是翻车了吗？这个绝对不会翻，因为我是个吃播，我是个专业的吃播，我就是鲱鱼罐头嘛。妈，真的好好吃啊！